与合作伙伴之间有冲突，导致事业发展受到阻力，对待金钱持公平对等的态度，为爱情带来压力，积极主动地与合作伙伴进行沟通互动，但可能受到领导的打击，并带来挫败感。月亮来到天秤座，与太阳形成和谐包容的氛围，与金星的互动则带着压力和挫折，与海王形成了彼此不理解并有挫败感的互动。用包容高远的态度与人群进行互动，并在人我互动中保持着和谐对等的关系，但可能会受架构秩序的限制而无法展示自己的优雅和美丽，同时对于浪漫和慈悲可能有一些不理解。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